老李那人好吃懒做，贪生怕死，遇到事他跑得比谁都快，他怎么会死呢？怎么会呢？仙君，他是不是故意躲起来，想故意吓我呀？ 我也希望他活着呀。他若是活着，本座派出去这么多人，一定能找到他。我一定会找到凶手，给老李报仇的。本座会帮你。仙君，我求你。 你、汪汪、贾云，还有刑具，你们所有人都不要再出事了。你们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本座答应你，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 仙君啊，还好有你陪伴着小祥子。